来自南投信义乡明德部落的俩合唱团入围第25届传艺金曲奖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以及最佳专辑制作人奖，团员穿着族服吟唱布农族传统歌谣，正在为户外金曲奖嘉年华活动进行彩排。族人首次入围传艺金曲奖都感到非常高兴，能够入围我们非常的高兴，因为这是部落的族人大家一起努力的一个结果。然后我们没有唱过的歌我们都给他找出来这样唱，而把这个歌传到下一代。台北市中山堂户外广场9号白天举行传艺金曲奖嘉年华活动，晚间在中山堂举行颁奖典礼。这次入围传艺金曲奖的原住民团体，其中布农族俩之声以及阿美族的寻觅复音入围2项，包括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以及最佳专辑制作人奖。另外布农族的传马格纳也入围最佳宗教音乐专辑奖。族人表示，对于颁奖典礼能否顺利抱回奖杯对他们来说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能够入围就是受到评审的肯定。记者古木雅为导秀台北市采访报道。